鲜椒，海鲜椒，然后海鲜椒辣子，好，也需要烫到手，对，我们要加一点奶，奶好来，对，你把有点奶，对，让它滚，对，鱼肉要丢那个酸菜鱼肉锅，好，对，鱼肉的话就不要了，对，是吗？也是鱼肉，鱼肉，鱼肉，对对对。胶卷呢？那才有好。你要不要一边一吃嘛？我一边吃嘛。厉害啊！啊，这是什么脸？可以。一边一吃厉害啊！厉害厉害。对。牛肉在叫了。对。第二个最好吃。第二个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好吃，第三个我觉得我还是有肥油弄掉了，比较第二第三第二三两样都可以啊，他不行，他两样都可以选吗？可以，二三都可以，两份两份，不是很多，最多这两份要我们需要五花牛，不是我要五花牛。第二个叫什么？顶级。顶级熟成第二。熟成，我要熟成，我要熟成。熟成的，这个怎么样？熟成好吃。新的是哪一个？然后我要那个五花的。猪肉进去了？还没有啊，先把海鲜弄完吧。先煮好，先完掉再来吧。那个肉那么薄，我要先滚了。菜要丢哪一边？等一下，虾酱，虾滑，虾，我们拿起揪一下，可以揪一下虾，可以。啊，你要等它滚嘛？这个没关系，素菜先下去，然后这个一半一半。两个小时比较悠闲，对，一个半小时就比较匆匆。昨天吃二锅，一个半小时就超赶，他就在赶人。那天很多人都，还没吃完主菜就是赶了。哦，那就太赶了。对，在台中的二国。那个上次就带爸爸妈妈去那个二龙桃园的二国，哇，说非常好。那现在台中也有了。有，寿牛是不一样的二国。一样的。哦，一样哦，一样。寿牛式的那个地方，对吧？就他们来这里，我们跟他介绍，妈妈跟妈妈最喜欢的。今天好赶哦，对啊，好好好，我们桃园的店那个，那为什么那么赶？平常吃九十分都很够，快吃在90分钟前，外面大排长龙，然后是周末那个礼拜，没有定位的时候，主要是父亲节，他平常还好，平常不太赶人。那个桃园那个是因为认识妈妈，那个主任还是什么？是经理的主任，对对，他认识妈妈，后来就我一来他就说 OK OK， 好，我知道。蚊子都有进去了吗？蚊子有进去，所以你一定要等它滚。小姐，你要吗？小姐，你要吃辣的不辣的？小姐，小姐，我不是很想要吃。等下再叫嘛，他可以再叫吗？他可以再叫。小姐，再叫吗？这个给你，你这个不辣的。这小姐，我没有特别想，我吃我特别，今天没有特别。他这个爸爸，爸爸来，这个爸爸没有辣、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斗牛二锅就是斗牛士的连锁企业。哦，结果一刚刚换另一家进来的90分钟，结果人太多了哈，然后就变人多了，他就赶紧说你时间到了。还没吃完主菜就已经连点都没认识。这样子啊，那是很赶哦。老板，那是父亲节，特殊状况，人超多的，在那个新时代。我知道，就是车站后面。对，车站后面对。因为那件我们也常去。拉拉炮的，对。不是，是我们新时代。那个啦，泰鲁阁啦。泰鲁阁，对对，大鲁阁，就那间的，它就是后站了。那间好玩嘞。那间好玩哦。我们好多玩具店了。对，还有包括 game 店都没多讲。然后那间有那个家乐福，什么都有那间。我不知道家乐福。刚没有去家乐福，忘记了。没有时间去了。没去，忘记了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在过两个红绿灯，就是拉。在拉拉货车，下次我们去拉。对，下次去拉。另外一个汤匙没有动，加汤了，汤好少。
我们世界很美好。